第10课，别找了，手机在桌子上呢。Lesson 10. Stop looking for your cell phone. It's on the desk. 课文1，在家里。Text 1. At home. 不要看电视了，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。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。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New words. 课，帮助。课文2，在医院。Text 2. In the hospital. 别看报纸了，医生说你要多休息。好，不看了。给我一杯茶吧。医生说吃药后2个小时不要喝茶。医生还说什么了？医生让你听我的。New word. 别。课文3，在家里。Text 3. At home.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？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。我看看买什么了。羊肉、鸡蛋、面条、西瓜，真不少。妈妈呢？正在准备午饭呢。New words. 哥哥，鸡蛋，西瓜，正在。课文4，在家里。Text 4. At home. 你在找什么？你看见我的手机了吗？白色的。别找了，手机在桌子上呢，电脑旁边。你看见我的衣服了吗？红色的那件。那件衣服我帮你洗了，在外边呢。New words. 手机，洗。特指问句的句调。Intonation of a specific question. 1. 这是谁的笔？ 2. 你们学校有多少学生？ 3. 你在找什么？